Excellency, I want to. 那讲吧。 Listen. 尼泊尔的朋友们，我很高兴啊，再次同奥利总理先生会面。前两次我们会面都是在北京。尼泊尔历来是中国的好邻居、好朋友、好伙伴。 सबैको सबैभन्दा राम्रो रातोपाटी.com